这个男人。下电话，我就打车来到了聚友饭店。咋地？我们范家大公子今天这是在充当迎宾的门童啊？赵哥，我感觉今天的事情有些不太好整啊。范龙脸上的笑容明显有些苦涩。为什么？人没请过来吗？人我是请过来了，现在都在二楼的包厢坐着呢。只是他们好像都不太好相处，我感觉今天咱的事情够呛能谈成。你范家大少爷的面子多不好使啊。有一点，反正人家那举止神态，话里话外好像都有点看不上我。人家毕竟是新城那边的，有点傲气是很正常的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放心吧，你哥我有法子收拾他们。随后我买了几瓶台子，去到了二楼包厢。只见包厢内三位老人面容冷峻，直到看见我手里的酒后，脸上的表情才稍稍有所缓和。小伙子，我听范龙说你找我们是有正事要谈是吗？一位老者最先提出了问题。没错，今天请三位领导来，确实是有点事儿，想请各位帮帮忙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？能力范围之内的事，我开口给你办了。很明显，我买的台子在此时已经发挥了作用。是这样的，我想在铁路生活区购置一些房产，但是对这边又不太了解，希望三位能帮忙搭个桥，从中间过过话。啊，到铁路生活区购置房产，你这想法还真挺别致啊。如果就这点事儿的话，那也不用搭桥了，我名下还有两套房子，直接卖给你不就行了吗？范龙故作小心地跟他说：“大爷，您的房子可能不太够。”老者眉头一皱：“啊，两套还不够？那你想买多少啊？”听到他问，我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按照我的计划，这次是打算收购100到200套铁路生活区的住房。”他顿时脸色一变：“小伙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200套，那总价值可得3亿+。”